在唐朝我是高力士，在明朝我是贾贵儿，在清朝我是安德海，小李子。 说我呢？说我什么？说我穿的花里胡哨的。老看戏的老观众一看就知道，我是宦官。啊？您问我宦官是什么？宦官就是太监。嘿嘿嘿，太监。哎，他们来了。